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小菜的欧露开箱。今天要介绍海贼王精品 FDS 系列雷九姐姐。 FDS 人物的身材曲线都相当性感，这只也不例外，手往后向前挺胸，让胸部和腰更为明显，再加上穿着超短的裙子，露出那修长的美腿，真的相当性感，跟上一款娜美摆放在一起还蛮搭的，面向部分也挺不错的，整体真的超正超火辣的，个人相当喜欢。好的，今天的开箱就到此为止咯，大家拜拜。